我革命同志周敏飞，我革命同志李青，在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共同宣誓，我们要共同守卫我们伟大的爱情。当面对各种物质诱惑时，我们要将糖衣吃掉，炮弹吐回去，坚持爱情第一，物质第二的基本原则。当面对各种情感诱惑时，我们要团结一致，向各种男小三、女小三say no。 最后让我们相知相伴，共同进步，革命的道路我们一起走。我们俩都爱看电影，吃苹果呀，香蕉啊，喜欢旅游，然后同时呢也喜欢跟大家聚在一起。最大的爱好是就是逛街购物买衣服，喜欢漂亮的东西，两小无猜的去吃一碗牛肉面，然后吃完了两个人又高高兴兴的去看一场星期二的半夏店，我们俩就觉得特开心。两年前我慢慢的发现他是我真正喜欢的人，是对的。首先他是一个有才华的男人，他的很多优点一直也在吸引着我，譬如说他很聪明。我就是想对他说，你把你的小金库全部交给我吧。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呢，连我的品味都跟着提高了。生活中、工作中，他会给我很多的建议，包括对于家人的关爱。六年来，找着了我自己想要找的人，内心很温暖。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单纯的男孩，李青就带着他那个招牌式的傻笑，然后从天桥上傻兮兮的就走下来了。当时我就想，这可能就是缘分吧。